Namaste， 大家好，我是心语，欢迎观看我们爱瑜伽。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一组练习是倒立前期的一个练习，叫做海豚式。它将海豚式进行了变体，希望给到大家帮助，请跟随我一起练习。用双手互抱手肘，让它有一个向外手指去拉伸我们的手背的力量。环扣后打开的劲道，好，慢慢的放到了地面上，用大拇指用力的去推我们的指根向下，这个时候让我们的肩膀更好的下沉，小臂向下推地。好，呼气，抬双膝向后来到下犬，眼睛看向手指的前端，不要低头，吸气向前，慢慢走到我们大臂垂直于地面，抬脚尖，让脚跟远离地面。呼气，慢慢向后撤腿，落下，再次进入，肩膀下沉着，抬膝盖向上下犬，再向前，用脚尖点地向前走。好，呼气，慢慢的落回，婴儿式放松。以上练习呢，每次做五组，可以慢慢的找到向上提升的感觉。以上是为大家今日分享 Namaste， 谢谢大家。